新航线8:20才首航，早上7:45已经有旅客来上船。因为首航我们 也想去体验一下，然后桂山岛的话栈道上面还是挺漂亮的，然后从这里过去如果是有这种轮船直达的话，我觉得是挺方便的，不用再坐车到那边，到珠海再转船。坐船的话，首先呢从广州直达，中间省了很多时间，对，而且的话呢就是可以，也可以到南沙，然后再到珠海，可以看到就不同的一个风景。琶洲至珠海海岛线首航当日的船票一开售就卖晒，新航线由琶洲出发，经停南沙客运港，最后到珠海桂山岛。目前12月28日至31日期间的航班时刻已经公布，每日一进一出。我哋呢条航线目前咧系喺周五、周六、周日及公众假期系开通嘅，朝早嘅8:20开出。期間會經停南沙，跟住大概3小時會到達珠海嘅桂山島，跟住下午嘅3:30從桂山島開出，大概6:30會到達琶洲。新航線普通艙成人票價360元，老人兒童享受半價優惠。今年12月至明年3月推出優惠船票，成人票價立減80元，老人兒童票價優惠40元。